高雄市原名市集日前在左营莲池潭高雄物产馆前广场开卖后，获得市民朋友极大的回响，纷纷反映能在都会区里品尝原住民美食和欣赏原住民的手工艺品相当难得。因此高雄市原名会为了满足高雄地区民众的需求，自十二月起举办开卖会。副市长刘世芳表示，原名市集集合了原乡及都会区原住民的特色产品，还包括了最新研发的养生饮品红肉里露、爱鱼面膜，以及传统美食吉纳福、小米酒、石斑烤肉等，值得推广与鼓励。高雄市原名市集共有三十多个展售摊位，从即日起到隔年四月，会固定在第二及第三个周六举办市集活动，时间为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地点就在左营莲池潭高雄物产馆前。除展售摊位外，还有原名歌舞表演、趣味游戏、促销活动等，每场发放200份免费的 DIY 体验券。未来将仿效微风市集成立原住民自治组织，继续营运，以能永续发展。